兵临在朝，也要将自己归零，重新出发，再冲锋。以不同的方式起飞，以同样的决心迎敌。无数次冲击狂澜，只为干成一件事。在最美的年华，做一朵特战玫瑰。打好助攻，就是主攻。我们要当好空天铁拳的幕后英雄。注意跟着啊，先要拨住。明白。接着往右转一转。明白，再往右转。炮管准备完毕。炮管准备完毕。传进准备完毕。左右转移重量，中等，按 B 级执行。重量中等 ，B 级。四号左拦机准备完毕。左舰在命。身处远海大洋，航母编队就代表祖国。从近海到远海，从辽宁舰到山东舰，一批批舰载机飞行员快速成长，航母战斗力加速生成。我是郑子谦，战友们叫我飞行狂人。在战斗部队时，我就立志要当一名舰载战斗机飞行员。航母战斗机英雄试飞员是我前行路上的航标，我希望像他一样无畏飞向海天，除了胜利一无所求。顶了点用快就好了。最后我再强调一点，我们在空中发现目标之后，掌机在查证敌机的同时，僚机如何确保占据我们的有利位置。空空构型歼数飞机四架，二等转一等。空空构型歼数飞机四架，二等转一等。习主席指出，强军梦是国家的梦，军队的梦，也是每个官兵的梦。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。又到十五，又到十五，还要动四六，四进四，四进四，两车加十转。一代飞行员有一代飞行员的使命，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。逐梦强军新征程，我们与建军一百年有个约定，要去创造新的更大荣光。我编制命令，立即前往指定空域查证敌情。好降好速稳定，在后位预计起飞。可以起飞。每一次起飞都是战斗起飞，随时准备作战。我们已经走向深蓝，新征程上我们奋飞的航迹将走向更辽阔的海天。雷达截获，光电截获，发射。分别攻击了两个目标，我打了一枚，我打了两枚。明白。风平浪静的情况下，练不出我们的真水平。
越是恶劣的海况，越能锻造更强的战斗力。这些年大风大浪见了不少，以上任务是否集中？集中。马上带着集中部队。但我始终没有忘记第一次在这里看海时的愿望。海峡的那一边，我想去看看。看看二字，说易行难，关键也有真本事。现在，我们装卸载的速度越来越快，冲击抢滩的时间也越来越短。它需要体现出联合，联合指挥，这个很重要。我们转战了更多的海训场，演练了更多的纵深作战的战法训法。三幺五十幺洞检查水上工况，回答。幺幺水上工况正常。幺幺零水上工况正常。幺四水上工况正常。幺五水上工况正常。工况正常。幺七水上工况正常。幺八水上工况正常。三幺五十幺洞转换水上工况，执行。报告营长，各队已全部离舰泛水。报告，接最新情况报告，有敌机正向我编队接近，完毕。报告，编队一艘登陆舰遭敌打击，无法继续执行疏散任务，完毕。群长，我们还有备用登陆舰，建议立即前出组织换乘。好，令两栖突击群迅速做好换乘准备，申请空军战机前出对敌机实施拦截，护航舰艇做好警戒，加强掩护。明白。陆军旅机单位与海军、空军、火箭军还有战略支援部队多军种同时进行联合指挥，在这轮国防和军队改革前是无法想象的。指挥协同从计划到临机，战场空间从平面到多维，体系作战对指挥员提出了全方位考验。发射。我们一路劈波斩浪，追赶梦想的潮头，成为集团军两栖攻坚主力。二排向上方冲进，追击！年复一年，面朝大海，有什么感觉？我会说，还像我第一次看海时一样，迎着风，斗着浪，为那一天时刻准备着。不少人都叫我兵王，但我更喜欢的称呼是班长。启动九点，启动指引。我在一班战斗了26年，当了23年班长。班长啊，要以身作则，做好表率。因为我一直说，你做好样子，那么战士就会成为你的影子。习主席在党的20大报告中强调，坚持底线思维，做到居安思危，未雨绸缪，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。我在大会现场听到这句话时，军人的使命忧患油然而生。新装备对新兵来说是新的，发
对老兵来说也是新的。钢铁司令，制胜强敌，我们需要更新更勇敢的头脑。未来五年，人民军队建设的中心任务就是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，到那时也就是2027年，我正好入伍满30年，我坚信这个光荣的目标一定会如期实现。同志们，刚接上级通报，公安机关发现一个以汽车修理厂为掩护的质保窝点，上级命令我小队前往进行清剿打击，遇有暴恐分子反抗，果断击毙。各组注意，三、两、幺。进入猎鹰，只有特战，不分性别。吃别人不能吃的苦，受别人受不了的痛。上了战场，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。每一个微小的努力，只为了任务来临的那一刻。小雷，将二个火力点打掉。超有机，干掉他！穿越机是我们需要掌握的一个反恐利器，速度快，机动性强，人称空中 F1， 但我们更喜欢叫它长着眼睛的子弹。还有一种手段，就是它可以通过我们的 3D 打印机研发一些挂载模块和载荷。在武警部队军事教练员比武中，我实现了女军人零的突破。作为队长，我将尽快把穿越机融入实战，发挥作用。对手注意，配合三组对质保窝点实施打击。二楼质保窝点，根据发现位置，发现机准备，三、两、幺，关机。就有信心，有能力在意想不到的时间出现在意想不到的地方，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完成任务，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。30公里，准备放软管。我是第一批运油20飞行员，也是第一个取得机长资格。两侧软管放好，可以对接。第一是开拓的代名词，意味着没有经验可以借鉴。软盘三可以左侧对接。还有一次成功。漂亮，漂亮！
改装运油二零之初，我的笔记本上只写了短短五行字。让我们怎么去认识运油二零的这个历史定位？今天呢，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，啊，我们做一个这个比较。随着以瘦油机部队训练的不断深入，五行字变成了七万多字。我们也在实践中探索出一套适用于不同加瘦油情况的协同方法。作为国之重器的歼十五舰载机和运油二零，我们本次合作是不同理论体系的碰撞，也是不同作战平台的合作。鲲鹏扶摇九万里，怒飞翼若垂天云。我坚信，越来越多鲲鹏的加入，大国臂膀必将伸展自如，挥动有力。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，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，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要求。前承诺。